秀燕一整天锁定海线扫街拜票，越到最后关头，大家越是关注会不会辞去立委职务跟林佳龙拼了。重大的决定会跟大家做报告，有消息会跟大家报告。这不是跳针，上午下午同样问题，罗秀燕有一样不变的答案。那么过去他又是怎么回应？我本来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哈，我最近在重新思考。这个月2号，张立善辞立委，话题延烧。卢秀燕说思考中。我不会辞去立委，因为我要好好监督林市长。隔了3天改口不辞了，要监督。这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好，我们不应该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。好，也许有一些人适合做民意代表，好，那有一些人适合做行政首长。那我相信他的任何决定我都予以尊重。林佳龙表示尊重，而罗秀燕到底辞不辞，什么时候辞，还是另有决定，选民都在关注。三立新闻吴一哲、张俊栋、张展志、朱淑君 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